啲咁樣上訴，因為我知道上訴係冇用嘅，因為後嘢後果又重。但係如果唔批之後咧，咁我就諗住翻五次就算㗎啦。但係如果佢唔批，我就會打業主衝入去。咁如果唔批咧，就因為點解咧？我最近得到美國醫學雜誌嗰度登咗出嚟，就話呢個老人家咧，如果用三種疾病嘅咧，心臟嗰啲有咩問題咧，就唔可以打嘅。而且打咗之後咧，嗰、那個發病率係高咗10%嘅。咁完全呢個係喺醫學上有曬根據嘅，所以話強迫打針咧，喺美國之後咧都話係唔應該嘅，而且是我國亦難免應該都打針嘅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咁我會下個禮拜好，我會打啲針。